伶伶马戏团再次来到洛杉矶演出，此次的节目以传奇为主题，并且特别邀请了来自北京的中国国家杂技团参加演出。在伶伶马戏团的经典马戏团的绝活之外，加上了东方的元素。伶伶马戏团今年推出新的节目组合，以传奇为主题，安排了由世界各地的优秀特技演员演出的飞车表演、马术表演、空中飞人以及搞笑的小丑演出等等。伶伶马戏团特别邀请中国国家杂技团参与演出，由28位杂技演员带来充满中国风味的技艺表演。我们这次为大家带来的两个比较有特色的节目是地圈和俏花旦集体空竹。这两个节目是曾经在摩纳哥赛场获得过金销售奖的两个节目。中国国家杂技团已经成立60多年，曾经获得多项国际金奖，并巡回100多个国家演出。中国国家杂技团每年都会跟世界各地的杂技团合作演出，此次与伶伶马戏团合作也带来许多精彩的表演。